概念很不错。这是队长的独立伊娃的发球，哦，这一发得分了。哦，结果网上的争夺呢是亚塞拜然得分，卡利罗败下阵来。这个是四号的这个，同样在发给克洛芬哥。结果其实是亚塞拜然没有拉锯的时候，就看谁的抗压性还有他的稳定性，直接过来，哇塞！